阿妹晚上迎来第三场演唱会，她身穿黑色深 V 礼服登台，火辣指数爆表，粉丝嗨翻了。另外高雄迎来最狂的四月，大咖接连开唱，带动了前朝，出估带来10亿元的商机。身披礼服开叉开到肚脐，天后张惠妹罕见露出装备，火辣开唱。巡回演唱会高雄站迎来第三场大尺度性感登场，抒情歌一首接一首，听的台下歌迷如痴如醉。不止阿妹清明连假高雄嗨翻，还有五月天及大港开唱三连发演唱会，在大咖歌手加持下带动商机。从3月31号到4月2号，保守估计可能让高雄赚进近10亿元，更让已经冷清很久的六合夜市瞬间人潮大爆满。因为这演唱会有带动咱夜市的商机有足济。前两天很多，两三成都有了。光是这两天，高雄狂吸36万人潮，夜市摊贩强赚一波，营收至少成长30%以上。演唱会成了神助攻，不止大批看完演唱会的民众涌入观光夜市消费，游客满满，就连4月1号、2号的整体饭店住房率都接近90%，市区还有部分旅馆满房。天后天团廉价齐聚高雄开唱，也让高雄意外发大财。记者蔡双吉综合报道。